粉丝提问：为什么十字弩能趴下使用，爆炸猎弓却不行呢？这两个武器都是冷兵器，是什么导致他们趴下后的设定不同呢？原因有两个：一、使用方式不同。十字弩和爆炸猎弓虽然都是冷兵器，但一个是弩，一个是弓，使用方式是完全不同的。十字弩是把弩箭装上去就可以瞄准发射了，根本不需要手动蓄力，利用的是机械的原理，因此是可以趴下射击的。而爆炸猎弓是弓箭，发射弓箭需要拉弓蓄力，可趴下根本无法蓄力，也没有空间给玩家蓄力，因此肯定不能趴下后射击，这是使用方式决定的。二、爆炸猎弓趴下射击容易误伤，如果不顾现实也是可以加入趴下发射弓箭的，可是这样有一个问题，游戏里的是爆炸猎弓，箭头打到物体是会爆炸的，而趴下射击是很容易打到障碍物或者地面的，这样就非常容易误伤自己了，所以为了玩家的游戏体验还有更加还原现实，只能这么设置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这个设定好吗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